小有媒体的记者一路已经来到了距离平济亭最近的报道区。匈牙利人常说，好朋友比黄金更珍贵。75年来，中国和匈牙利这对好朋友经受住了历史考验，缔结了比黄金更珍贵的深情厚谊。我在2009年就和总理先生结识了，现在过了15年，我们是老朋友。站在中秋建交75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和欧尔班总理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交流合作新篇章。感谢您的到访。